短期虽然对我们国内股市，或者长期对我们国内股市有一定的正面影响，但是我们度过这个，金融危机时期，可能要时间不会像想象的在很短期内度过，很可能要经历1年以上的时间。使得投资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就基本上消除了，而我们应当看到，对于平安的这样一个管理运作能力的话，包括国内这个保险市场，其实投资者还是比较看好的。那么，当这些不确定性的这种利空因素消除之后，那么平安的这样一个股价的一个走势，也是有望重新回到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态势。